大家好，我是乐血阿杰。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很有趣的书。来，噔噔，昆虫不对，害虫侦探事件簿。这本害虫侦探事件簿呢非常有趣，它是由脸谱出版。为什么我说它很有趣呢？因为我从小在家里面就很会去翻米缸。为什么？米缸里面有什么？看过黑黑小小的东西哈。当过兵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当兵的时候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会加料。为什么加料？因为我们的米里面有非常多的米虫。对，米虫就是我们说的害虫的一种，因为它对人类的生活，对我们的这些储藏的粮食有害。所以呢，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跟人类使用的这一些，不管是食物啦，还是其他的某些什么什么草之类的，你要翻书才知道，我不能讲，因为那个对身体不好。它是害虫，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出现？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被吃得精光？那到底怎么去找出来？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介绍跟有趣。那其中有一种叫做中药虫，但是它的中药虫跟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所养过的有菇药龟是不一样的。这个有机会我会在我的新书里面《昆虫美食家》跟大家报告。别忘记了，有机会有空，这一本是有趣的一本书，叫做《害虫侦探事件簿》，由脸谱出版。别忘了支持一下这本书，让你看到更多有趣的昆虫事物哦。乐血阿杰，乐血介绍，